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即使证得圆满的佛果，断恶修善，还是继续在干呢，没有停止下来啊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教化众生。佛的恶断尽了，善圆满了，为什么还要示现断恶修善？那是教学啊。确确实实自己没有恶了，示现断恶，善圆满了，示现修善，慈悲到极处啊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体会佛的恩德超过父母，没有能够相比的。佛恩之大，我们如何报佛恩？用什么方法报佛恩？报恩你要知恩啊，不知恩就谈不上报恩了啊。首先你要知恩，没有人教诲我们，怎么会知道佛恩啊？佛对我们有什么恩？报佛恩只有一个方法，依教奉行，这是真正报佛恩。这两句八个字是总纲领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大总持法门，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，看破就是知，知过知善是看破，放下是改过修善功夫。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，知过能改呀，知善能为呀，这个人就是圣贤。从哪里下手呢？佛教导我们从十善业道下手，这是教一般大众啊。教化一切众生啊，知过。什么是过呢？识恶是过。什么是善呢？识善是善。皈依佛门，发心做佛的弟子，佛对我们的教诫三皈依五戒，这是根本啊。三皈是教我们回头啊，这个里头也有过也有善。什么是过呢？迷邪染是过啊。什么是善呢？觉正净是善。这个意思深啊，太深太深了。迷邪染的习气
无量界就养成了。这一生可以说从父母生下来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都是随顺迷邪然生活，错了。要知道啊，要寻觉真经，那觉真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觉真经。佛在经典里面一切教诲就是觉真经啊，所以我常常啊勉励同学们，经典是我们信德的流露，我们决定不能把释迦牟尼佛看成普通的人，那你完全看错了。释迦牟尼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，谁的信德？自己的信德。我们睁开眼睛也看到芸芸众生在那里造作一些罪业，这芸芸众生也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，是自信迷邪然流露出来的。啊，迷邪然变成六道啊，觉真经变一真法界，变四圣法界。所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信的，这个道理深，懂得的人不多了。可是修学大乘必须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，在大乘修学里头才少障碍，才容易提升的。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，你看唯识学家净虚空变法界唯识，是能变，境界是所变，心中比相中讲的更究竟更圆满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性。祝福化身大师是信德圆满流露，设法界六道是信德里面迷邪然的流露。我们如何把迷邪然改正过来，唯觉真经，这是你真正皈依了，以自信三宝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度，究竟得度啊！所以，知过能改，善莫改。